这个球出棒打到在游击方向，凯撒跟王威成再转传一垒哦，哇 ，nice nice， 这样算是有把伤害稍微降低了，降低降低，这掉两分然后离开哈，这个可以说是对比赛来讲有 hold 住了，哦，凯撒也做得不错，哇，这个所以国训的这些内野手要好好检讨，现在叫一个瓦亚来修秀的，要做到袂歹，很确实啊。这个动作做得很确实，王威成的转身传球又很准。这是凯撒来到游击这边了，这个新的二游组合了，对对。他第一次有声音上门哦。Double play 了，